大巴今早发生地震，震央位于山打根比鲁兰一带，震度为3.5级，震源深度10公里，但是没有触发海啸警报，也没有建筑物受到损毁。气象局证实，今早9:07，比鲁兰侦测到地底震动，震央距离印尼加里曼丹城市打拉根有365公里。不过，这属于微弱地震，对我国不构成海啸威胁。与此同时，比鲁兰消拯局主任埃登受询时说，当局没有接到建筑物摇晃或受损的报告，也没有接到任何紧急投报电话。当局的监测也发现没有建筑结构受损。